跟你又对这个不太了解的，第一次来。哦。可以说话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是不犯忌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伯伯，没事。他说是问什么问题的吗？你就看看我的身体。好。你看看我的。看看你的人，看看你的身体，好吧？好，看看对面你就讲啊。啊，对对。好，你现在告诉我你属什么几几年的？老鼠是吧？对。首先，老婆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注意，你的身体主要是肠胃不好，肠胃。第一，第二，你的肩膀酸痛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第三，你这个老先生年轻的时候有点事业，做出一点成绩出来的，年轻的时候，啊，但是。一退休之后一下子就往下跑了，明白了吧？啊，以前是有修，但是你这个人好打抱抱不平，经常做错事情，你现在的眼睛很差，眼底啊视网膜有点破裂，你这个眼睛医生一定会叫你做手术，对不对？对不对的？我不说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不是，他不讲，他不跟你讲，他保密，他像澳大利亚，像新西兰的女人一样，年龄也要保密的。我再问一个题外问题，就是我这也不懂这个东西，我也不太信这个玩意儿，知道吗？老先生要记住，你不太信这个玩意儿，我告诉你，不信不代表没有。你信不信这个空气当中，这空气当中有电波啊？你看得见吗？现在是在这个，也就是这也这是一个了解。啊，你要知道，我想问你，你研究是我先想请问你一个问题。六十年代的时候，很多人生肺结核死的，实际上那个时候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来是肺癌，是 cancer。那个时候 cancer 存在不存在？我不太清楚。好了，你研究都研究的不清楚了，你还讲什么？你能讲出什么？美国科学家和。这种宗教学家经常辩论的，美国有一个天文学家，他就站起来说，我是看了一辈子天空了，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神啊，什么有 angel 啊，有什么这个菩萨啊，我就看见风，我就看见这种天空啊，云彩啊，星星啊，月亮啊，所以我不相信这些东西的。宗教学家就站起来问他，请问你看见过风没有？请问你看见过空气没有？他有没有？还有一个科学家站起来，我是一个外科医生，我给人家动了一辈子手术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有灵魂，我就看见肺啊、心啊、肝啊，所以我不相信这些东西的。结果那个宗教学家就站起来问他，请问你爱不爱你妻子？我很爱我妻子，你开给我看你爱你妻子在哪个地方。老先生科学研究的不是太好，装糊涂倒装得蛮好。耳朵们要想不听见的就说听不见，在家里也是这样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一句话，你脾气太倔，脾气很倔，你承认不承认？你如果连这个都不肯承认的话，我就不想跟你多讲了。脾气倔不倔？脾气人家是这样说，一个是比较固执。对。好了，老先生，还有没有机会？慢慢有时间再跟你谈吧。因为你如果现在先不相信的话，你先不要问。因为相信的人，我才能笑他。我现在不是不相信，的确我还碰到一个这样的，我现在一直也解决不了，也就是真的有关系的。我在12岁的时候，你让他讲。对，12岁左右的时候，我在我的伯母。是比较信这个佛教的啊，我们那小时候不太懂事。你能不能讲得快一点？这么多人听你慢慢叙述。夫妻啊。啊。夫妻。啊，知道。对对。我也不信，因为他们讲得很神，我不太相信。啊。不是，下一次，这个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就出了个玩意儿。对。
我说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，我是很好奇的，所以我说我你们知道什么叫红旗吗？就是一个鬼附在一个人身上，然后呢就拿那个沙盘，然后就在上面写字，他可以把你家里人的名字啊什么东西全部写出来，如果你要跟这个亡灵对话，他就会直接写出来。对，对的，我对这一点的话呢，我不相信，但是我的确看见这个事情。你当时看见了你不相信，那说明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。你眼睛看见了你都不相信，你现在如果将当场看见鬼了，你说这个不是鬼，那是影子，那也可以这么说。所以老先生，今天你刚刚来，因为你还不了解这些东西，所以呢希望你慢慢有个了解过程，明白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们知道那个 Michael Jackson 吗？ Michael Jackson 跳舞的那个，对不对啊？他死掉了之后，很多记者伏在他们家里看看有谁到他们家去吊唁，就看想拍照片。现在的照相机都像素很高的，他们拍拍看见一个人影子进去，他们一拍，结果照片在美国报纸上登出来，就是 Michael Jackson 回家鬼魂。你相信不相信啊？我不相信。好了，请下去吧，老先生，不要耽误人家时间了。